男朋友拍照都是这样的吗？我的自拍是这样的，但 Simon 拍出来是这样的，笑不活了。让他拍我在小房车温馨做饭，他能拍出二大姨他三姑煮猪食的感觉。让他拍我坐着眺望毛流草原自然唯美大片。我人呢？脸呢？但是经过我坚持不懈的教导，要仰拍，不要俯拍。Simon 孜孜不倦的学习。我妹妹，别动，保持。好了，有了。家人们，他暗反了一秒没拍上。算了，直男靠不住，咱得靠自己，来个三脚架，比老公拍的不要好太多。但就是去哪都得扛超重的设备，直到我遇上了最新上市的哈弗飞行相机，超级轻巧，折叠起来直接揣兜里，拿出来3秒就能起飞。平时呢，让飞机跟着我拍，还能指定轨迹拍摄。可不比 Simon 听话多了，但 Simon 这个人啊，屡拍屡丑，却越拍越勇了。Juno， 我觉得我这个拍的好，笑得多开心。